Hugo Boss 是全球知名的高级时装品牌，在全球有多家专卖店。那么 Hugo Boss 什么档次？ Hugo Boss 西装价格多少？下面一起来了解下吧。 Hugo Boss 什么档次？ Hugo Boss 属于国际知名品牌，国际中高端时装品牌，虽然公司早在1923年由品牌同名创始人 Hugo Boss 创立，估计早期就是个裁缝店，因为品牌历史显示在1950年才开始制作男士西装，1960年才成规模批量生产，1970年才成立 Boss 品牌，至今一直是主线。男士西装也是阿玛尼的招牌，主线加高端线 Boss 黑标，一般写成 Boss by Hugo Boss。 作为主线， Boss 主要做商务正装，在服装行业定位中，正装 GT、 休闲或运动 GT、 街头潮流，所以 Boss 一直是招牌主打产品线，时尚绅士的风格，带有浓重的德国情调。 Hugo Boss 旗下曾经的顶级子品牌是 Bottega Veneta， 亦在 Hugo Boss 工作30年的首席设计师 Bottega Veneta 波蒂萨里尼的名字命名的，曾经是 Hugo Boss 高档最精致的西装系列。波蒂萨里尼在2002年离任，并且销量不如新上市的 Boss Black， 所以2007年之后Bottega Veneta 被取消，然后 Boss 推出 Boss Selection， 早期还叫做 Boss Black Selection， 延续了 Bottega Veneta 的高端定位。或许是因为品牌变来变去的，给用户带来选择困惑，毕竟多数人还只认 Hugo Boss， 对各自品牌没有足够的认知，所以以上产品又统一回到 Boss 品牌，复现 Boss Orange 成标。1987年上市的休闲装和商务正装形成差异化， Boss Green 绿标。2003年上市的运动装与法国的 Lacoste 定位价位相近，年轻人 Hugo 红标。 Hugo 是针对年轻人的高端潮流时装，风格前卫，设计大胆，很多品牌把年轻人的产品线搞成廉价副牌，但 Hugo 一直是针对年轻人的主线，在设计面料做工都保持一致的高水准。档次划分，一般男装的档次以衬衫、polo 衫、西装作为基准价格， Hugo Boss 中价格最低的成标 polo 的正价是95美元起，和 Lacoste、 Fred Perry 在同一价位，对比 CK 正牌69美元贵了 50%。 而在高端的正装产品线， Hugo Boss 与 CK 等都是大几千元的售价，基本不过万，相差不大。 Hugo Boss 的中文叫雨果博斯，在中国很多高端商场店铺通常和 CK 阿玛尼在门口最好的位置。 Hugo Boss 在1923年创立于德国，在全球服装品牌价值榜中排名前十，其风格建立在欧洲传统形象，连续多年为德国足球队设计了帅气的西装。Hugo Boss 售价比较贵，但还没达到奢侈品的级别。Hugo Boss 西装价格， Hugo Boss 是世界最奢侈服装品牌之首，其他的都是我国的民族企业品牌，其价位相差太远。前四个品牌一般套系价位在1000左右，而 Hugo Boss 最便宜的也在5000以上，一般都在万元以上，国内不打折是8000到 1W。打折后5000加，但是西服很挑号，打折一般是尺码不全或者花纹比较奇怪的上衣不好配西裤。另外 Boss 在我们这西服配的西裤是固定尺码，不能挑腰围，所以基本是废品，要自己打码西裤。不知道国内如何，经典的纯色黑或藏蓝在8000块左右，